警官们，这小子自己说完自己都不信自己了。爱其实挺美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你把自尊放了之后，你得到那个东西就不叫爱了。浅显的道理都说懂，其实是真不懂，懂了就不需要说了，真懂真明白的就不叫道理了。恰恰有时候说的就是有些人觉得懂了是个道理，但是真不明白。好多人说自尊这件事儿不明白吗？有些人还就不明白，否则他怎么就能用一种我们不太理解的方式开始这么一段感情呢？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下载京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悦 APP、 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的节目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